好，行个圈先。冇错啦，第一部试揸嘅就系250 Maru MC51 啊。好，感谢车主阿信借咗呢部车俾我揸。依家试下咩感觉？热咗胎先。我讲下少少历史先。CBR250 呢个系列咧就出咗好耐噶啦。咁咧被冠于 RR 咧嘅款数唔系好多。咁最近一代咧就系呢代 MC51 啊。佢一出嘅时候咧引起好大嘅回响啊，包括咧就系部车价非常之贵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试下究竟呢部250 RR MC51 有啲乜嘢感觉？车架就系呢个偏积型钢股车架，加埋呢个铝合金尾弹。引擎就用咗直二250cc 嘅引擎，再呢个39mm 嘅道霍苏瓦避震标板咧，首先转速标啦，跟住油标啦，水温用咗电子油门有关系咧，咁所以佢有三个 mode 可以校嘅。首先有呢个 sport mode 啦 ，sport plus 啦，同埋呢个 comfort 嘅 mode 嘅。sport 咧就系最正常嘅行车模式啦 ，sport plus 咧就系爱嚟飞飞嘅啦。咁 comfort 咧就系 for 我哋湿地行街代步悭油使用嘅。三个 mode 可以俾你拣，另外呢部车仲有两个 ABS 啦。用翻最正常嘅 sport mode 先，我就咁一坐上部车咧，佢竟然冇我想象中咁舒服。的而且确咧，呢部车系有少少趴嘅，即系佢比起Ninja 300啦、R3啦等等咧，其实佢系趴一啲嘅。即系当然佢一定冇新款600 Maru 嗰种呢种咁样趴喺度啦，但系佢系一种舒适同埋战斗格啦，我叫战斗格上面咧就攞到个平衡啦。车主已经改咗蝎子喉，所以大家见到依家啲声系非常之好听嘅。啊！部车都轻巧，好操控。部车嘅重量方面平衡都做得几好，好轻松，好轻易就可以入弯过弯。直二嘅引擎本身个扭力咧好充足啦，所以我依家四波咧，俾住少少油咧，其实部车都已经好去噶啦。即系呢个依家系个 sport mode 啦。副引擎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俾嗰啲R3 啦或者 Ninja 300咧，呢副直二引擎咧系偏向高转速先出力嘅。五波日常咁样行都非常之舒服。避震方面咧，中置避震加埋舒华嘅39mm 导火，出奇地让我觉得舒服。阿车主同我讲咧，呢部车嘅避震系偏硬，我自己骑上去的而且确个感觉系偏硬。但系好彩佢头尾避震嗰个吸震同埋回弹能力都唔错，即系依家咁样坐上部车个避震啊，绝对系合格噶，唔需要话哦一坐上部车就话要换避震咁样。不过当然细佬咧只系得55kg。咁对我嚟讲系非常之舒服嘅，康打车俾我嘅感觉嗱，即系我唔系话康打车死忠啊，的而且确好人性化嘅感觉，成部车揸落真系好舒服啊！个电子油门个反应比我想象中快好多，非常之好。车主借俾我呢部咧系属于日本版嚟嘅，咁日本版咧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有两盏突出嚟嘅指挥灯，系啦，但系而印尼版咧佢盏指挥灯就收埋嘅。哇、哦，个臂力，哇、哦，个臂力好硬啊！啊，个指挥灯好唔惯，系咪所有康打嘅新车都系中意将指挥灯摆喺最下嘅咧？同我之前试部 CV300R 一样，差啲有咁多个 on。好拖波，好 go。喂，正。正，好好力，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力，尤其是高转嘅时候，佢会有种扯住你出嚟嘅感觉啦。我真系估唔到，直二引擎喺高转上咧个出力都系咁好噶，嗯，轻巧好弯，完全系放心啊！唔该，姐姐 ，thank you。Sport mode 已经好快了，已经是不是需要用到 Sport Plus 呢？
轉頭之後再試。我諗你揸呢部車真係要 keep 轉數啊，因為如果我喺個轉數太低嘅範圍度，再想嗌上去咧，似乎係有啲唔係好夠力啊，咁一定要拖低一個波，或者要 keep 住非常之高嘅轉數咧，你先可以確保引擎喺最大嘅出力之下去加速或者疲啦，係咯，大家明咩意思啦 ？R3 同 Ninja 300咧，佢可能佢本身設計起上嚟咧，佢低轉出力咧係大一啲，真係。即係貨你日常市區代步多一啲，咁變相咧，你喺好低轉數側油咧，其實部車都可以上得好快。但係啱先個感覺就係、是，如果呢部車唔 keep 轉數嘅話，你好難真係可以將部車推到更加大嘅速度咯。好，揾個地方停一停先。咦？隻側架咁高嘅，咁佢壁力嗰度咧就用咗啊雙活塞嘅日清鮑魚，呢、這個就係大佬嘅配置啦，但係佢配有 ABS 啊，咁所以新手駕駛咧就唔需要話好擔心。咁你話個壁力夠唔夠用咧？嗱，其實我覺得係夠嘅。行街日常代步，但系問題，如果你呢部車設計得咁快，係咪可以再多啲嘅配置呢？但我知道嗰隻頭貼已經好大隻噶啦，部車嘅座高係790mm 高啦。咁我依家咧，我係雙腳咧平放，絕對平放，絕對平放落地下度。咁我1.72米高啊嘛。咁、其實大部分人都揸得到噶啦，即係有啲女仔可能需要單腳踩落地下都冇問題啦，但係視乎身高啦。但係整體嚟講咧。整部車的感覺呢其實是非常之溜手的，它中間油缸這個位置都做到很窄，你很輕易就可以落到彎，它也可以兼容你坐得很厚，當你坐得很厚的時候可以趴在這裡這樣揸。車主改了 RNG 的風擋呢，令到我的風剛剛好在我的頭上面削一個，所以呢我是揸得非常之舒服的。咁轉頭咧，我就會試 Sport Plus 嘅毛咧，就翻大清。車主改咗鉛之後啦 ，PK 膠啦，個印尼版嘅風刀啊 ，option 可以再加嘅東西。但呢部車係屬於日版嚟嘅，啊，同埋後面我呢個單絲。至於性能上咧，就 hea 睇依家翻去嗰段試唔試到啦。開車，哇！喂，屌！拉車咗下，疏真心我冇遇到 Sport 同 Sport Plus 嘅力度差咁多。啱啱大家見到，嗰下我冇遇到嘅力量嚟嘅，唔係講笑，成個人熱血咗啲卡。總之你係真係 feel 到嗰個力量係唔同咗，啲轉速上得好快，個油門俾少少就好敏感，感覺就好似解除咗馬力咁樣。嗱，冇錯，你一去到 Sport Plus 咗下咧，你一濕油咧。已經基本是6000轉起跳的了、哇，那個壁呢，那個牛角的手感呢，其實真的很腍，是我覺得很腍，但其實你一捏下去呢，其實已經很有反應的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要曳曳啦！真系好啊！我好中意揸啲轉速範圍好高嘅車，真係好長氣啊！只要你不斷增加個轉數，車速就會不斷提高。Ninja 300或者 R3 咧，其實佢踩高轉咧會有些少腳軟嘅狀態，即係轉數越高咧，你就發覺部車個出力就越嚟越少。喂，開車啊 ！B B 喺邊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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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啊！但呢部車真係長踩長油，尤其是開咗 Sport Plus 更甚。好啦，依家要翻去啦。高 keep 住轉數 ，keep 轉數 ，keep 轉數，開油。
夠皮啊，夠皮啊！總括嚟講，哇 ，Sport Plus 簡直係終於將部車嘅力量可以完完全全咁傳輸到出嚟。高轉你唔會覺得佢腳軟，非常之有力。哇！你啊，特登踩落啲坑度咧，避震嘅吸震能力都非常之好嘅。我暫時去到呢一刻，我仲未有啲彈到嘅不足嘅地方，即係我用翻250cc 嘅世界去睇呢件事，加上同依家嘅仿跑去比較，唯一個售價70,000+啦。它真的比起其他的250或者300級是貴幾萬元，但在配置上呢它又真的是最高級的，電子油門、ABS、39mm 倒 fork、中置避震、鋁合金尾擔，部車的車重不重，160多kg， 有毛即是有行車模式選擇，加上一副高轉數的直翼引擎，還有這樣的外觀，負福何求啊！即係首先我狠狠地大力咁碾落個頭皮力度咧，佢都唔會話點頭得好犀利。如果有大家睇過我其他片咧，都知道我成日都會形容一啲入門一啲嘅車款咧，頭尾避震偏軟咧，揦鼻力個點頭會非常之犀利。但係呢部就冇咁樣嘅情況，即係當然視乎個人嘅重量啦，可能我輕磅啦。但係當我輕磅揸其他車嘅時候，同埋輕磅揸呢部車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好大感覺咯。但係偏硬嘅避震啊，要快嘅時候。咁就會更加穩定性同更加舒服啦。嗱，好啦，再耷多次頭，好鏈極力子啊！嗱，大家唔好學啊，耷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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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耷之後一下扣到底 ，ops！ 至於引擎嘅熱量，你唔會好感受到熱風吹落呢只腳度，多得個包圍嘅設計好，將啲熱風咧導向側邊嘅車出面，係啦，導向側邊車嘅出面。至於毛怎樣教呢，其實可以行車的時候縮了一下油，它就會轉到毛了，因為去回 comfort 的毛。咦，沒有 engine back 的部車位，沒有 engine back 的部車位不是沒有極少咯，喂，有些渣綿羊的 feel 喎。早知道一早轉這個毛真的渣舒服很多，最少它不會咬我池塘，是不是系咯，佢松油冇乜 engine brake 嘅松油，系咯。咁呢个 comfort 嘅毛咧，就放大家咧湿地上代步啊、斯文揸嘅时候就会用得着啦。唔好意思，我要教翻 sport pass 啊，我要系教翻啦。点解啊？因为要翻大清啦。我依家用紧 sport pass 啦，只要我识车一着车咧，佢原本预设咧就一定系喺个 sport mode 度嘅。咁如果有需要教，就大家自己揿个毛掣就笃笃笃笃笃就教翻个毛嘅。希望車主見到唔好覺得唔開心啦，呢部車實在太好玩啦！同大家吹到些少水，因為當時呢部車翻嚟嘅時候咧，行貨版係屬於日本做，水貨版屬於印尼做，但係兩者個售價咧唔係差好多。咁外觀上啱先我有講啦，係嗰、那個指揮燈有分別啦。嗱，我個人啊，真係個人觀感、個人感覺，因為香港人咧對哪个地区生产的电单车呢是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即是大家都普遍认为日本生产的车制造的车呢是质量啦或者那个使用的耐用度呢都是更加好的。这个是 sorry， 这个是90年代一路引申给大家的观念咯，因为部车不是出得很久呢，在二手市场暂时未见到很多放盘。假如果康打车以耐用做见称，不知道印尼版和日本版将来在二手市场上面的价钱会不会有分别，或者耐用度是多少，即是有很多的说法大家都是流传的，就是说现在日本生产的车都是零件印尼制造之后回到日本嵌，那有很多不同的 version， 那我 不深究了，即管就看看这条片，看看之后究竟250 Maro 的市场二手售价的价钱会是怎样呢。不过大家留意那个 Sport Plus 呢，個油門反應真係好敏感啊！即係好似會騎馬咁樣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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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如果唔係要同人皮咧，都係乖乖地落翻 sport mode， 嗰個行駛感受會舒服一啲。太熱血啦 ，sporters！ 大家要注意啊！我唔知係咪先天性嘅問題咧，只腳架係有啲直嘅。
咁如果大家斜路啊或者落斜嘅时候，要留意呢部车系咪企得稳或者站得住脚。如果唔系，好容易跌车。250RR。讲明先啦，原装冇揭之后噶，借车嚟噶，值唔值呢个价，大家自己谂啦。的而且确咧，成部车整体俾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好嘅，整体嘅稳定性啦，头尾避震啦，电子油门嘅反应啦，或者佢直移高转速嘅引擎，咁外观就各花入各眼啦。我就个人就觉得非常之靓，我好中意呢部车嘅外形，真系好中意。再之790mm 大部分人都揸得到，脚踏嘅位置又唔系好高，咁即系当然大家如果要进取一啲，可以换升高脚踏，低手把。盡量在跑味和舒適之間中間取到個平衡、啊、我想到個缺點就是這個油缸就很硬、啊、車主加了個油缸墊我都覺得很硬，不知道是我池塘太大還是怎樣呢，可能我要換了個池塘去了，我要傻不好意思